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Fendi 的 One Away Shopper 系列的。这一款袋也很受女士欢迎的。首先这个袋是用藤编椭圆形手柄的，令到这个设计就好像金属环一样。它整个袋是用皮夹制成的，用了浮雕黑色 FF 主题印花，所以特别得来又不会很早。它前面是附有一个拉链口袋，其实放八达通那些容易拎的东西就很方便的。里面都空间很大的，四方形的设计。咁佢條帶咧，其實咧係可以拆嘅。咁如果你想再型啲嘅話咧，就可以買翻佢哋嘅配帶襯翻上去。咁另外想介紹嘅係同一款而係另一個設計嚟嘅。咁佢都係用橢圓形手柄啦。咁佢手柄上面印有 Fendi 字眼。咁呢一個袋咧以亮面布料製成，咁印有 FF 提花圖案。咁佢另外咧正面咧就以呢一個皮夾 Fendi 字眼嘅標章設計。咁我而家俾上身图大家睇下，睇完我嘅介绍，仲唔快啲过嚟我哋门市或者名人站网站购买？我哋仲有折扣添，你亦都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或者扫下面嘅二维码加我微信啦。